推荐的那一套真命天体，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搭。你看女生讲起购物这件事情就是会聊不完，而且我觉得这三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就是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惠价，嗯，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加快脚步来去买，因为这三天买完就对，好，机会难得了，而且如果大家希望可以跟我们的景华跟白白一样那么性感美丽的话，大家就要好好把握。那等一下你们两个人就要到我们的卖场去跟大家一起 shopping 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们等一下白白跟这个景华还会留在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拍照，对不对？好，想要一起拍照的话，拍照时间是10:30哦，哈，消费满3600元的发票就可以跟我们的景华或者是我们的白白一起合照，只有30个人的这个机会跟名额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赶快请这个景华呢还有我们的白白呢到我们的这个卖场区，等一下呢在逛街之前我先有一个任务要送给你们，好不好？好，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来了那么多朋友，那你们有来到我们现场，我们就送一些好礼物给大家，好不好？ 好，来，我们就先请这个一人先送一份好了，好不好？我们先请这个曼黛马莲代言人啊，这个我们的景华，这个来送给大家，这个商品给我哈，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可以帮我收一下下，好，送给大家精美的小礼物哦哈。对。那我们这个，我简单的问大家问题，然后你来帮我选人，好不好？好。那我们问大家问题，只要知道答案的朋友就举手哦，好不好？我们这次曼黛马莲马登马朵的场开会的日期是从几号到几号？现场很多朋友都举手，我们先把它放下来哦，哈，我数三哦，哈，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好，放下来，放下来，我先数三哦，哈，好，一二三，哇哦，好像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对不对？你很难选，对不对？快点，你来做一下。OK， 好了，我选了一个拿塑胶袋，有没有透明塑胶袋？感觉会等一下会挑很多衣服的那一个，好不好？好，请问是几号到几号？8号到几号？三天哦，8号到。8号到10号，11号来我们是没有卖的啊，好不好？8到10号，好，那我们送给他了，恭喜恭喜。那你要不要往前一点点，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景华有近一点距离的接触，来，我们把礼物送给他，谢谢。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两位代言人就是来到现场，真的人真的是人气非常的旺。那接下来我们请到我们的白白，哇，白白就是马登马朵代言的，那我们也送给大家一个纪念性的小礼物，好不好？好，那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礼物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你要偷看礼物是不是？对，我们刚才都偷看过了。好，我们在这个 A 区，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 A 区嘛，对不对？那 A 区的是商品，所有的商品都是正品哦。好，你看这边还有白金会推荐的，正品都打8折之外，那另外呢，哈，我们还8折之外满多少还可以再抵多少，哦，这个问题有一点难度了哈，好不好？哈，好，那我们一样把手放下。那你要做坏人还是我来做坏人？我来选好了。你来选哈，好 ，OK， 那大家把手放下哦，哈。A 区满多少抵多少，好不好？好好，来，一、二、三、二，很难选哦，就是这样子。小熊吊饰那举的。小熊吊饰，小熊吊饰，巧克力饰，耶！好厉害，举好快哦。满多少送多少，好不好？3600。满3000抵600，恭喜。我们就要打屁股了，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一题要问大家的是，曼黛马莲的代言人是谁？哇，好好好，那我们把手放下来，好不好？好，他是他，其实。对，那到底是谁呢？曼黛马莲的代言人是谁呢？我们的景华说是他哦。好，那我们到底是谁哦？大家要相信自己心里和答案，好不好？好，那我们先把手放下。如果想要这个他选你的话，你就大声的这个举手之外，大声的喊我，好不好？好，来，一二三。哇！好多人在喊我，对不对？怎么办？这次要选谁呀？OK， 选谁选谁？你来选好不好？这边哪一位？小五。谁？谁？谁？你说谁？再说一次。杨景华本人漂不漂亮？超漂亮，对不对？把这个小礼物送给他。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看上这个曼黛马
莲跟马东马登马朵的这个内衣之后呢，会跟两位代言人一样性感漂亮哦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同理可证，所以这个问题你来问好不好？好，问代言人的问题好不好？好，我自己问我自己的问题吧，你帮我问好了。好啦，我帮你问，那还是你选哦。好啊。好，那我们来请问一下，我们这个马登马朵代言人是谁？要讲出他的代言人是谁？是你们吗？你是马登马朵吗？让我真的觉得很想买哈，那所以现在要留一点时间让你们两个人去 shopping 好不好？好啊。好，那我们请这个景华跟白白呢，等一下到我们的 AB 区的卖场，然后呢好好的巡礼一下，逛一逛。那大家也可以趁他们逛街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逛，好不好？好，那我们请这个白白跟我们的这个景华呢，我们可以到这个卖场去，直接这边哈来做这个血拼的动作哈。好，那我们再一次谢谢两位帮我们推荐的这个总共有4款的内衣，那我们请这个现场的朋友小